大家好，我是中文老师婷婷。我曾经呢在韩国留学过4年，所以我会一些韩语，而且对韩国的文化呢有一定的了解。在留学韩国期间呢，我做过很多次的家教，所以有丰富的家教经验。如果你想提高你的中文，如果你想更多的了解中国文化，如果你想认识更多的中国朋友的话，那么就请联系我吧，谢谢。